岁之前有想过急着要赶快嫁掉吗？有啊。有吗？我有想过这个问题耶。三十是一个关卡哦。我那个时候觉得，可是我现在觉得，如果嫁的不好，还不如不要嫁。就是说你可以典型败犬的一个，就败犬一定要说，我单身的生活非常的自在，我很享受，是蛮自在的啊。而且你还要就自己照顾自己就好，你不用再去照顾别人了。典型的败犬。今天我们在讲喝酒吗？没有，喝醉的败犬。在研究你们喝醉的时候的状态，到底是不是跟单身有关系？哎，所以你从来就不会在喝醉的时候就真的发自内心的哭，说什么嫁不掉那类的。我不会。我喝醉都是开心。有办法在喝酒的场合遇到对的男人吗？我觉得如果真的遇到对的话，他应该会被我吓跑吧。哎，你就是吧。我跟我老公是先一起吃饭，吃完那顿饭之后就一直在夜店喝酒的地方约会。所以起码第一次是吃饭，第一次还是有弄出人模人样的感觉，有聊一些正常的事，之后就一直哎。一直看到隔壁。那如果他在夜店，可是他不瞎呢？就他是看起来很干净，那应该就 OK, 那就 OK 嘛。对，会跟这种人。所以不要像花花这样，就是在地上爬着吐啊。我没有在地上。你有啊？跌倒了，你不会从车子里爬出来三公尺到路边的沟里？那是他，那是我。他白露演鬼片啊？没有，那时候因为我刚开始喝，其实是倒过来的吗？不会喝，然后后来结果就朋友就送我回家，我就忍不住我说我要吐了，然后好像已经吐了他一车都是，然后那天下的滂沱大雨，然后我就车门一开，然后赶快整个就是这样扑街这样扑出去，然后刚好是个水沟盖，那时候我记得清晨五点，太阳已经出来了，一下雨哦，就边下边吐，我还心想说 OK, 因为他把它冲到水沟里面，这画面好恐怖哦，很狼狈啊。然后就有你当时穿的是漂亮衣服吗？像这样的，我已经不记得了，反正就很浪。你没有吐在别人的车子里，对不对？他有。后来我朋友说有，但是我有忍住。而且有时候你喝到早上出来，你会跟一些那种正要去上课的学生擦肩而过，而且你都会感觉到那个阳光晒到地面，然后有那个水蒸气慢慢蒸发上来那一种，你会觉得自己白天的感觉，没错，没有那还好，因为就像吸血鬼来不及逃回坟墓里一样。阴天下大雨还好，但是刚好就有一个路过的北北，他撑着伞，然后就用外省腔：“你还好吧？”然后我这个我没吐完，北北我还好，然后就继续吐一吐。所以是吐完就会立刻醒来吗？对，我觉得我还蛮厉害。那在你的这个人是本来备用的一个男的吗？不是，没有什么备用，就朋友啊。对，请问男生觉得女生喝到吐比较丢脸还是跌倒？喝到吐比较丢脸。吐。但刚开始喝哎，才什么事？所以吐大家都会好好的喷到远方，没有人会默默就是吐在自己身上。没有啊，有看过那种 KTV 唱一唱，然后大家都唱得很开心，然后突然就听到一声，然后就开始这样，很像鬼片啊。你说尸变的那种感觉，而且还来不及拿垃圾桶，哎，等一下，不能拿。而且我经过长期的研究，发现吐的人趴着不太会吐，都是这样的时候会讲。对，然后满脸都是，然后你是被咸蛋超人，平躺，然后像喷水池一样喷出来。对，因为他前一秒钟他还可以跟你聊天，以后，然后你再转头再回去的时候，他已经不是。然后满脸。我有吐过那种很浪漫的，就是在车上，然后想说我要吐了，然后就把那个车窗摇下来，然后就头就这样探出去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就这样风就吹，然后就觉得。变成是吐就这样，后面那辆车肯定有觉得很浪漫吧，因为你知道车窗上都是你的吐。人家吐的时候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帮他抓头发。哦，女生抓头发吗？对，他会吐到。比方说花花吐，你帮他抓，我看看怎么弄。是这样吗？这样他吐，然后没再拉一下，因为不然的话会吐的，要沾到头发就好。对，那如果是张大千就要弄胡子。没有，还有男生的话就是挂塑胶袋啊，因为垃圾桶已经撑不住了，就要把那个红白的那个塑胶袋有没有挂他的？真的假的？我有一个，就挂在耳朵上。对对对。车上，然后是女生哦，很漂亮。好像我听人家说，她就这样吐吐吐完之后，哎，然后她就觉得好想吐，好想吐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她太醉了，她就想说用塑料袋把整个头包起来。就整个，她已经吐过一轮了，她想说好醉，好醉，我要。那有打劫？那个的话，
住的、啊，很可爱。他有活下来吗？他有活下来，但是虽然整个家人都唾弃他，就只有头套住塑料袋，慢慢呼吸不过。哎，那你们第二天不会觉得自己很丢脸吗？会，都会忧郁症，会重度忧郁。可是你们会可以回想得起来吗？自己发生什么事？旁边的人会跟你讲，醒来有片段会跟你讲。所以刘雨柔。你会做多糟的事？他很糟，很糟哎、欸，他超糟，他超糟。像什么？我喝醉，醉到太就不什么都不知道我在干嘛了。然后我还爬去厕所三个小时，我很坚持。爬过程三小时吗？没有爬到厕所里面，把自己关在里面三小时。我很坚持，我一定要卸妆，但我已经没有意识了。然后三个小时出来睡觉，隔天早上起来，我朋友说你厕所干嘛？他说你怎么卸妆？他说厕所没有洗面乳，也没有。那个卸妆油，他说你怎么卸妆？厕所就一条牙膏，然后我说我该用牙膏卸妆的吧？卸得干净吗？还蛮干净，因为牙膏本身有消毒的作用，而且不会重点是喝醉没有办法站起来，那个洗脸台嘛，嗯，所以是就抱着马桶，所以我想用马桶卸妆，用马桶水加洗牙膏卸妆。他有一次喝醉超丢脸的，就是我们也是去一个，就是之前已经他已经喝醉，我们就去一个夜店，然后遇到我们香港那个朋友，对，然后他看到太开心，然后他就想。是杜德伟吗？不是，一个素人，不是一个素人。然后，因为他小时候练过芭蕾，然后他不知道哪门子不对，他想突然想要借用他的肩膀拉筋，你知道吗？那天穿平底鞋，想我可以变舞棍，他就想要拉筋，就想要一个踢腿，但殊不知他根本不知道他筋线已经很紧，然后他就一踢之后，后来他就就跌倒，变跛好一个晚上，他就跌倒，然后他的那个胯下筋大扭伤，然后他就然后后来他整个晚上就一直坐在那边。没有啊，刘雨柔喝醉，他很喜欢一字马，而且他是穿短裙哦，就没有穿全裤，然后我就一转哇内裤，然后马上又转回来这样子，他很爱一字马，这样不会被香港朋友看觉得。台湾女生没有，我们太好了，太熟。你说他喝醉了会这样，会挂在人家肩上，然后但他穿短裙。比如说两个人嘛，就是那个朋友，然后就会很嗨很嗨，然后就是想说把那个脚越抬越高，好，整个就想要跨到他肩上，就你可以的吗？如果你的筋对的时候，可以筋对的时候，你现在可以跨到花花的肩上，哇，可以跨花花，可以不受伤的，现在不行，现在曝光。帮你挡后面，我会帮你弄那个小可爱。他喝醉就不太在乎曝光的问题，对，无所谓。我们帮你上马赛克。喝醉根本没有羞耻心啊！我觉得没办法，我觉得我不逞强。先给他两杯 whisky 啊！可以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是他可以耶，可是不优美啊，没有啊，蛮厉害的。没有，就是如果有的桥段，就是热舞到一个镜，然后就那种更加眼神交流，就是这样。我们都耍野挂的哦，就如果在夜店突然腿抬起来，大家会很震惊。对，他说我的天啊，我会跳。耍野这件事情的最高潮就是把脚抬到他肩上。没有，我觉得不一定，我觉得是眼神，对，眼神跟那个肢体语言，对，你知道？对，靠板 ，I know。应该很厉害。你们三个感觉真的很可悲耶。淫魔之窗夜店新玩法，康永直呼瞎爆啦！要弄波浪。白鹿超丢脸，白鹿超丢脸，白鹿好丢脸哦！他有一次穿那个玛丽莲梦露那种伞状的裙子，然后很唯美，在那个舞池里跳舞，就喝醉，他就整个变伞蜥蜴，那个裙子盖到头上，然后在里面这样跳。对，你是从后面整个翻过来，他下腰，而且他们是喝醉，很喜欢找人家热舞。然后我跟你讲，我的骨盆腔都快要撞到快移位了，他就一直找人家热，而且他会对人家就是他为什么要撞你的骨盆？他喝就会变欧神那个骑马机。所以这边面积一摇，这样一摇，然后骨盆移位，被他撞到，没有，我他跳很夸张，而且我是舞棍，我会跳很多人。然后我一直以为你很端庄啊，黄白露，没有，他喝完酒就白露，我要看骨盆舞。哦。